帮我长长眼，看好看不？嗯，挺好看的妈。就是这裤子好像有点不搭吧？是吧？那我再去选两条裤子，你帮我提着，我去看看啊。嗯，好。女士你好，我们这个是定制款，2280。有 M 码的吗？我想试一下。我刚刚说的你可能没听清楚，我再跟你说一遍哈。这件衣服是2280。我听清楚了，我想试穿一下。你确定要吗？我没试，我怎么确定要不要啊？是这样的，等一下我拿出来，你试了又不买，那我不是白忙活了？哎呀，你干嘛呢？小七都该下班了，赶紧回家做饭。哎，宝宝呢？我刚哄睡着。妈，小诺这次怎么了？去逛商场，他看上人家衣服，那个卖衣服的闲在土里土气的，把他给轰出来了，这不受刺激。妈，她以前也是个精致的女孩，你觉得她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她邋里邋遢的让人笑话，我哪知道呀。她不化妆是怕孩子把化妆品塞到肚子里，她不穿高跟鞋是怕不小心摔倒孩子，她不穿好衣服是怕孩子弄脏了心疼，她也不戴首饰是怕孩子乱抓乱拽，他但凡为自己考虑一点，也不至于像您说的那样让人笑话。儿子，你昨晚上跟妈商量的事儿妈答应了。别输了，再这么输输的都给你输断了，我帮你，今天啊咱们好好捯饬捯饬。你这么着急带我去哪？上车。这车我在瓜子二手车 APP 上给你买的，7天不满意免费退，点击评论区还有福利领取，以后你上班就方便多了。我可以去上班了。那咱妈那边？哎呀你就放心吧，昨晚我都跟她商量好了，孩子以后妈带，而且她刚刚都同意了。走，替你讨个说法去，都欺负到我老婆头上。哎，你好先生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这一款所有 M 码的拿给我老婆试一下。好的，稍等。先生，你爱人真的是太有气质了，简直就是衣服架子。你看这些衣服，我把你们包起来。一件也不要。哎，你好，麻烦过来一下。我吗？第一排倒数第一件，麻烦给我包一下 M 码的。有 M 码的吗？我想试一下。你好，女士，确定不要试一下吗？不用了，直接刷卡。哎，好的。谢谢啊。038号，缺乏职业素养，服务态度极低，我会投诉给你们经理。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。